大家早上好，我是妹妹老师。大家看一下，今天妹妹老师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呀？对了，是女巫。那为什么妹妹老师要扮女巫呢？原因是万圣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万圣节小朋友们会去干什么呢？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海洋公园，还是和你的朋友们一起去迪士尼呢？那妹妹老师呢，通常万圣节的时候就会拿上我的小南瓜去跟小朋友交换糖果咯。当当当当当，是糖果啦。那万圣节的时候我们会干什么呢？会跟小朋友一起交换糖果啦。好，那我现在就来跟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一下一首关于万圣节的普通话儿歌。南瓜在哪里？蜘蛛在哪里？这是你不在哪里？我在哪里？